嗱，呢条咧就玩 cyclic 嘅，好明显。咁我哋咧就咁样斩开佢。咁如果我叫呢只做 Y1，呢只叫 Y2 啦。我都留意啦，呢两只各加埋180啦，因为呢个系 cyclic 啦，所以 S 加 Y1 系180度。咁同样道理，呢边咧加埋咧都系180度，即系 2sec 加 Y2 系180度。咁所以咧，S 加 Y1 加 Y2 加 2sec 就系360度。咁变咗咧，Y1 加 Y2 系咩？咪就系 Y 咯。所以 S 加 Y 加 2sec 系360度。答案咧就系 C 啦。